在马六甲瓷器社教串珠班，林佳怡专注地串起手中的珠子。当她把图表凑很近看，才发现她患有眼疾。尽管如此，在众多手作中，她独爱串珠，一学就学了四年。看着冰冰，很美。我真可以，因为我习惯看近近，单眼的话没有戴眼镜真的是蒙蒙哦。江朵的课程里面，她写了我的串珠。因为我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要来上我的串珠课？因为他讲他喜欢珠子。林佳怡从小性格内向寡言，交友圈也很小，上串珠班找到了自己的喜好和兴趣。为了精进手艺，即使过程中不断做错，他设法解决，完成每一个作品。用电话拍起来，然后在电话里面看，讲看什么方法，然后放大还是怎样。自己来做，他真的连很难很难的步骤他都能做得到，现在我是觉得很敬佩。他开朗很多，现在会听我们讲话，他会跟着一起笑，有时还会搭一两句嘴，所以他变到比较开朗了。你这么自己动手完成作品的满足感，让他的生活闪闪发光。大爱新闻李彩晶、钟建明，马来西亚报道。